朋友们好，我们接着聊乌克兰。很多朋友喜欢我聊乌克兰的战争，战场那些形势，因为现在战场没什么新的变化，无非就是在南面，或者是东面，或者是北面，双方这么你来我往，这么打来打去的，情况基本上就那样，不用多说什么，等稍微沉寂一段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回头再说战场吧。我们接着来说经济。今天上午啊，我给朋友们就是做了一期视频。聊了聊咱们家泽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啊，他邀请全球的大大小小的 IT 公司去乌克兰安家落户。现在我给朋友们说一下，就是他做那次讲话的这个背景，他在什么场合说那些话的。这个场合是非常重要，就是今天2022年6月8日，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也是全球最好的大学。比你什么北大清华要高，地位要高好多好多的那个大学，出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那个大学，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啊，就举办了一个全球 IT 企业首席执行官 CEO 他们的分会。参加这个分会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或者我们不知道的 IT 行业里头的一些大佬，当然都是一些大公司，像 IBM 啊、苹果呀、或者是谷歌呀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企业，还有亚马逊啊等等的。这些企业界的人士当然很虚心的就听这个泽爷他演讲，同时呢他们呢都手里拿着那个彩带，一条袋子呢是蓝色，一条袋子呢是黄色，有的直接拿着乌克兰的国旗，他把那个会场那个主席台也直接布置成乌克兰国旗，到处都是乌克兰元素，就说明这些企业界是相当相当支持乌克兰的，反对俄罗斯入侵的。那些可都是聪明人啊，比咱们国内很多人自以为什么俄粉的替俄罗斯加油的那些人聪明多了去了。现在很多人手里拿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智能产品都离不开这些公司的这个贡献啊。当然了，人家咱们泽爷讲了些什么，我前面给朋友们已经说了，人家就是邀请全球的 IT 企业去乌克兰入驻。他的理由呢，就是你去乌克兰，你不仅仅我们乌克兰有很多的就人文跟自然资源你们可以用，同时呢我们政府也是积极向上的，我们要求这些 IT 公司帮助我们的政府效率更加高更加透明。因为乌克兰它的这种制度它不禁止媒体嘛，媒体进去随便说话，你把政府们随便批评没啥事，政府的官员的这个财产也是公开的，如果通过各种智能化的这种引进之后就更加透明更加公开，人们就更加不敢贪污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乌克兰的经济好了之后，乌克兰政府收税收多了之后，给公务员的工资也特别的多，公务员就特别在乎他那一份工作，他呢就看不上你给他行贿什么100美元200美元的。像加拿大你跟他政府官员你说我给你100美元，你把这个事给我通融一下，比方说你考驾照的时候，那个考官立刻就报警，警察呢立刻就把你抓过去，你50美元你行贿，或者50加元你行贿，你也要给自己造成相当相当大的麻烦。所以呢作为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根本感觉不到这个吃拿卡要这种情况存在。乌克兰当然现在就是全国人的收入都比较低，都很看得重，哪怕10美元他也看得很重的。人家经济好了之后，人家当官的们都所谓高薪养廉嘛，也别说高薪吧，就差不多有一个有尊严的这么个工作，就是说老人的退休金也不成问题等等等等，大家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之后，这个社会自然就亲民了嘛。当然社会的这个亲民同时呢又会进一步促进这个 IT 产业的这个进一步发展。当然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很多很多的好处，当然他说是我不给你们承诺减税，就是该纳多少税就纳多少税，实际大家知道乌克兰的税是相当相当轻的。我不想让你们去俄罗斯，你们在俄罗斯去就是说是工作的话，也许你们就是通过反正行贿受贿啊拿到更多的好处，但是你们那些做的那些东西赚的那些钱纳的那些税都最后变成子弹变成炸弹，来毁坏我们乌克兰人的房屋道路桥梁，然后杀死我们乌克兰人的老人儿童妇女跟战士等等，都说的非常非常的动容啊。当然这些企业界的人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们有很多人现场就表示我就会在你乌克兰投资，在你那设研发中心，甚至把总部搬到乌克兰去。我们一定要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这就回到了我们一直说的一个所谓政治正确，政治正确也是相当的重要。
国际上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良心正确，你要站到良心一面啊。这时候咱们泽野也说了，说是，你看一看，我们跟俄罗斯也签署了很多很多的协议，他对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安全保证，但是他遵守了吗？还有就是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国际法，他遵守过一项吗？他没有遵守过呀。所以呢，你去跟俄罗斯政府的俄罗斯各个公司啊，你说签了合同，他给你承诺的各种也不会兑现的。他既然对国家之间的法律他都不当回事，国家的这种信誉，国家的这种声誉他都不当回事，他能把你一个小小的企业当回事吗？当然这些企业界的人士也是频频点头，说是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那什么企业啊，什么法律啊，那就是一张废纸，那就是擦屁股纸，擦屁股都显硬的纸。好了，我说的有点义愤了，我不喜欢把这个视频做的慷慨激昂，我呢就想平时聊天似的嘻嘻哈哈的聊一聊就行了。本来大家都生活的不容易嘛，我何苦让大家再感觉到这么有压力呢？今天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说嘛，这场战争，乌克兰被侵略的这场战争，每个人都要买单，谁都逃不了，包括咱们加拿大人，包括什么马来西亚人，也包括中国人。很多就是以前在西瓜头条上骂我的那些人，其实他们收入相当低的，就是他们活的是相当可怜的。如果食物价格，就是现在不是全球食品已经涨了三倍嘛，再涨上三倍，我估计他们挣的那点钱呀，就别说付房租了，可能要挨饿都有可能啊。别认为那个不会涨价，你看油价不是在蹭蹭涨吗？而且你们买的还是俄罗斯的油，应该说打折的人很便宜，那谁可怜你啊？油价照样跟我们加拿大的油价差不多少，我们加拿大用的是干净的油。好，那今天就先聊这儿吧，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